难的 BOSS 就是这个和猴子火车，有节奏的呀。哦，药都吃光
食物都吃完了，直接打 boss 吗？哦，还好有个补给。最后的强音。哦，武器又可以用了。最后的升级背包。我说怎么两格到一直都没有，留到最后了。哦，我留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这个。巨无霸背包。理论上我还有两个黑色芯片没有找到，其他全部找齐了，应该是这意思。哦，火焰全战也无所谓了，就我还差两个黑色芯片，其他全部找齐了。最后做几道菜了。好的，来个重复的。我老是拼不出来。啊，好亏啊，这个才四颗。
右边留了留一个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秋快乐。
我操，那小突然弹幕起来，
最后下贝塔打出硬直了，就是最后一个球一定要打到，不然就被打硬直了。还是不够，
Thank you.
贺喜通关。感觉大坝城一个城就占了三分之一的剧情。热烈欢迎船员救梦，这个、一箱空城来。这个游戏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大坝城。然后通关存档呢，看一下这通关存档能干嘛。大地之子我还没通关呢。什么都没有。是吧，这存档就直接从最终 boss 开始打了吗？重新开到看看。那我要继续玩大地之子的话怎么打？我要重新玩。我要重新玩大地之子，什么都不继承吗？重开。我看一下重开。什么都没继承了，哎我操，那我玩大地之子道具全都没了，白弄了。就不能来个通关前的存档让我打大地之子吗？我操！所以现在等更新不更新了。对啊，如果不更新，那我东西全部白弄了。他至少弄个让我们通关存档继承的东西玩大地之子吧。